吉隆鄉農會歷史照顧站舉辦110年度的結業式，特別將活動徙到吉隆自然步道舉辦，安排長輩行完步道以後，佮到四番地社區進行夾豆仔比賽、做出訓練老大人手腦協調佮穩定度。對農會準備課程參加長輩攏表示相當滿意。吉隆鄉農會歷史照顧站目前已經來到第四年，因主要是來服務當地65歲以上退休農民。這天是固定的結業時，農會特別帶著因來到吉隆自然步道，讓因來行行看看做運動。吉隆鄉農會綠色照顧站，從農委會第一屆開始起辦到現在，我們已經辦了第四年。那主要是服务一些二轮乡当地的农民退休65岁以上的长者。那今天是他们上半年度的结业典礼，那我们特地带他们出来户外走走，因为想说不要一直在室内空间，那就运用我们当地社区的自然步道出来走走。平常吉隆鄉農會歷史照顧站會邀請到老師來教參加長輩手路菜，或是一些專業知識等等，希望借到課程減緩長輩失靈。長輩對於課程是都表示相當滿意。辦家政班啊，逐年辦這吼，政府有咧還辦，大家都會熟悉啊。頭殼骨老人未退化，啊，還有這個活動咧，出票都足歡喜的。這老官咧都來參加啦，吼，啊来這個活動。真好，做一寡老人，啊，互遮老人会当做一寡工课，啊，学一寡物件，啊，会当先，迄个啊，会当看，我大家卖主打去。即天伫行完步道后，农会嘛带着长辈来到四番地社区食在地美食，有西瓜米、米苔目啊、破布子、煎蛋等等，食到遮个好料的长辈是拢相当的娱乐。啊，迄破布子煎蛋嘛足香的啊，很赞，很好食。诶，西瓜米好食，吼，饼嘛真好食，吼，啊，破布子嘛真好食，赞。那刚才我们已经有进去走我们的自然步道。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有团体进来参访，那也是我们文员理事长第一次做导览。那我希望还有我们的头班长，还有和美会长，还有我们一群可爱的志工们很用心的做了风味餐，所以希望这群可爱的绿色照顾的长辈们，他们会很喜欢我们今天的料理。这个历史照顾站就像一个大家庭，带来互相学习和关心，让生活更加精彩。相信参加的长辈透过课程，会当让心灵和身体更加健康。记者谢依心采访报道。